时间啦，好开心哦、真的，因为呢亲子律动呢不但可以跟爸爸妈妈呢一起有亲密的关系，是，而且小朋友大肌肉小肌肉可以在礼拜天早上这样起来动一动，训练得更好。没错呢，一样的就有我们的儿童职能治疗师阿凯老师。大家好，我是阿凯老师。天王天后御用的阿美老师。耶、大家好，我是阿美。今天的小朋友是来自哪个幼儿园的呢？比佛利幼儿园。还有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我们的毛毛哥哥跟乐乐姐 姐，欢迎你们。大家好，我是毛毛。大家好，我是乐乐。哇，乐乐姐姐好可爱哦、笑得好开心，很美哦。对，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呢？阿凯老师，是，有些小朋友在表现上会比较害羞，走到路上看到可能是亲戚或什么啦，他就开始躲到妈妈后面了、很多。对，那事实上这个小朋友我们会认为他的自信心是比较缺乏一些的。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我就会躲在这那个妈妈后面说那个姐姐好漂亮，我妈就说那个谁好漂亮哦。对啊，对，所以我们如何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是很重要的。那借由舞蹈呢，小朋友如果今天舞蹈跳得很好，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他可以展现他自己，多了一个自信的点，对，就找到自己的强项，没错，可以展现出来的地方。好，那我们就请阿美老师先叫我们暖暖身。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哦，麻烦老师给我们音乐，谢谢。对哦，手叉腰，手叉腰。五，对啊，扭腰，扭腰。五、六、七、八，腰部。一、二、三、四，脖子，脖子。又回到腰部，然后肩膀，肩膀转一转，又回到腰部了哦。好，记得手转，转手。然后再回来。好，最后是膝盖。好，谢谢。是，而且阿美老师，我发现如果有时候膝盖常常没有用，这样转一转都会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其实感觉咔啦咔啦感觉是不太好的。真的吗？小朋友会有这个问题吗？小朋友比较不会，因为小朋友都在动，那其实大人会比较多。你不要说是膝盖，你可能手指头都有可能。对啊，有时候动一动都有一个咔啦咔啦。这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主要很多种说法。那目前在复健医学上会认为是我们的筋啊韧带太紧了。它一直收缩比较紧，所以你的关节的活动都在受限。你会发现你这样子动一动有点咔咔以后，你的活动都变灵活了，因为你韧带被拉开了。所以为什么不好？因为韧带一直被拉扯拉开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可是拉开代表它才动到，不是吗？但是松以后它不太容易再变紧啊。对啊，所以它会习惯性变松。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随时我们都让我们的肢体有些动作。动一动，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跳什么呢？阿美老师，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就是一个就是不要太害羞可以跟大家打招呼的一个舞蹈。好，那是这样吗？ Hello， 这有点害羞。这怪怪的。不是，这个是他出现以后我会很害羞。真的，你会那我们先双手一样举起来在这边哦。那我们合到我们的胸口前，然后再一次拉开，再回到胸口前，再做一次哦。六七，把你看敲下去，一二三四，就做四下就好了。好，好。OK， 再走六七八，一二三四。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现在右边跟左边，你看，一二三四，这样子。懂。OK，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做一个手的动作，这样子哦。有点打招呼的样子，可是要记得举高一点点。六七八，一二，换左手，三四，好，非常的简单，两个，对，好，两个吗？两个，六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五六七八。然后现在有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慢的，对不对？我们要变快的，六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就变得这么快，这么快，对，所以只有两个动作，只有两个做，要做两遍，就嗨喽，到这边。而且我刚刚发现的后面小朋友，你知道他们怎么记那五步吗？就刚刚你这样，还有炒菜，炒菜，炒菜，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快炒九九。嗨，志奔，嗨，志奔，五六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五六七八，了解。好，接下来后面还有一个动作，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动作，这嗨就没了吗？对对对对对，还有常常我们的肢体是比较大的，就是要招呼左右旁边的朋友，对，所以来招呼他们的时候，你要很大方的脚抬起来，嗨，回来换另外一边，嗨，回来，然后
远方的朋友，远方的朋友哦，后面的朋友、啊、跳起来。当大家都跑过来的时候，五六，用力往上跳，跳起来。要唱。OK， 跳完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害羞了。对，因为你就开放了，开心了，开阔了。OK， 我们再一次啊、哦，五六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跳起来！哎，老师，我发现，哎，我们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我会变得同手同脚，我该怎么办？没关系啊，这种也是一种很好的打招呼方式嘛。对 ，OK 啦 ，OK 的。有没有人跟可兰姐姐一样，这个的时候都同手同脚？有吗？有吗？你会不会同手？看来是没有哎、欸，所以不用复习一遍了，我们跟着音乐来做一遍吧。好，麻烦老师给我们音乐哦。所以这是快的还是慢的？慢的，慢的，好，慢的哦。五六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 我最后跳起来，好开心哎！最后跳起来，整个心胸都好宽阔了。好，现在时间交给你们了，我们要看你们跳。对，因为你们已经一点都不害羞了，因为大家可以往前，大家太开放了，对，太踊跃了。他们这边通通往前，通通往前，往前，来往前面，一点都不害羞了，快点！来，我们全部一起来好了，全部一起来哦，哈！我们在后面，我们在后面一起跳啊！好来。来，太前面了，后退一点点哦。好，好，我们老师音乐哦，好，跟着音乐哦。来，手叉腰，好，往下蹲，往下蹲。准备喽，好，踏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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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哎，等一下，怎么乱跳嘞？没事哦，回来，回来。五六七，预备。忘记前面第一个动作什么？五六七八，一二三四，换边。五六七八，打招呼，打招呼。五六七，来，右边，回来。五六，往前面，预备，往上跳。你知道最糟糕的是，我刚刚一开始前面站那么多人，对，我瞬间脑筋一片空白。为什么？太害羞，吓到。他们太有势，那个气势了嘛。太有势力了。嗯。好，我觉得今天的舞蹈真的让大家就整个人都变得好活泼，而且精神都好好。真的。好，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阿美老师，谢谢我们阿 K 老师，两位来宾。好，我们再一起跳最后一次。再一次哦。好，老师给我们音乐，谢谢。好，原地。好、哦，蹲，好，记得要、哦、准备要炒菜喽，预备，一、二、五、六，右边，一、二、炒菜，三、四，右边，左边，右边，左边，来，左边的朋友，来，右边的朋友，来，前面的，嗨，往上，嘿。今天早上十点，跟着阿珂老师一起来做全脑开发，用右脑呢学习英文，以及呢浩宇老师的简单测验，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佩老师呢带你进入神奇的科学实验室，还有阿美老师的职能律动，这么好，这么多专家来帮你带小孩，超级小英雄一定要来玩哦。